昨儿拦在最底下了。嗯，哥。这被子有你身上的味道。你笑啥？别笑。嗯，好香哦。真香，是不是说不出这话？闻这被子味道。嗯，好苦闷哦。姐姐，我说了多少次，不要再上我和子瑜的床，明白吗？不要再上我和子瑜的床，明白吗？再有下次我揍死你！来，把下拉回来给他吧。这话怎么听着有点不对劲呢？不要再上我和子秋的床，再一直睡一块。这话，不要再上我和子秋的床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小气啊？不是，你床上有镜子呀，了不起。有什么镜？你不要再上我的子秋的床，你床上有镜。好神经，有病，饿死你，饿死你。哎，好好闻，这边用一个软一点的那个，你刚才不是，哎哥，你换一个，就是让他背身嘛，他没感觉有什么事，就知道一说那个有味道，一下把他给呛那儿了，好香啊，面就喷出去了，赶紧趁机的，不是你是直接从面从鼻下捋出来。你小时候就像在演喜剧，对，老好玩了。味道不错，真的好香啊！整个这个屋本身是一股人肉味儿，现在是护手霜的味道。